大家好，我是三号杨光子，来自台湾高雄科工馆书场，今天来参加第21届奉新好声音。我会来参加的原因是因为我在2015年6月8号听到了 Crossover 这张专辑其中一首歌，它让我找回最初唱歌的原动力，就是用歌声去感动他人，带给他们生命和勇气。我想要借由这次的试镜和比赛，争取到主唱的位置，因为我也想要将我的歌声感动大家。等一下的比赛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，带给大家最好听的声音。谣言成幻觉，愿望在搁浅，记得这誓言。Oh no， 我不惧畏惧，弱智的嘴脸。走在旅途旷野间，与你放肆。同一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奉新第21届的毕业专辑组，即将。在5天后就要发行专辑了，也就是6月8号。这张专辑融合了非常多的元素，还有曲风，保证让你值回票价。所以记得还是要来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“奉新第21届毕业纪念专辑”来按赞。好，反正我们就是需要你购买我们的专辑，支持我们。就这样，谢谢，拜拜。震荡正在燃起这风光。要开，就后面一盏就给，后面一盏就给。要啊，萨拉妹，看了摩托，看了谁，看了看了猛气，看了巴浪谁 ？I need you girl in my back seat of a， 看了猛气，看了送你满汉给，看了看了我错 ，kill my call，kill my。